但你身材好啦，所以撑得起来，不用担心。等一下要脱掉那个裙子，没穿的感觉。啊！开始了，给大家看来宾哦！耶耶，我的小助理也入镜了，他现在在换衣服，哎、欸，很棒，也可以看到您换衣服。大家演员旁边好黑哦，哎、欸，看看这镜子，好好笑哦！耶哇，你今天这套是绿色的，对，这个屁股很翘哎、欸，对，你的屁股很厉害。太厉害了！然后我今天是黑色的比基尼，就是基本款。我今天用我的新手机拍，所以这个第一次献给你了。爱喽！给大家看他的腹肌，很夸张哎！怎样才可以？为什么可以这么瘦？这个角度，嗯哼，要有角度，有没有？超好看的！你的腰也太细了吧？这样我觉得不错，真的很好看哎！就是它有加一个袖子，你就会觉得哎，好像。很怕裸露女生就会觉得好看好看，那你转一圈，哇、哦，超好看！我的就是算是基本款，很美。我觉得你穿黑色好好看哦，期待演员耶！哇你好哇哇哇哇！而且演员最近 IG 刚破百万嘛，对。可以啦，就是百万等级的超级大网美大网红来到现场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你好。嗨。哇哇哇！艾龙是这个乐天的 MC。那我昨天有很认真看，你没有去跳拳赛，你不负责跳。哎、oh. 欸，我们好像也只有几位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也只有几位。换好第二套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套超级性感。这个好像是去年开始就很流行的款式，就是下面南半球这边故意镂空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穿，给你们看选的人在我旁边，真也太会选了吧，好看好看，哇，这个更猛了，哇，他们害羞啊，哇哦，哇，这套很厉害，这套超好看。哇、wow、哦！其实背后做的蛮安全哦，对，它真的可以，是真的可以下水，可以游泳，可以。但是又有点性感，就是中间又开一个洞，就是你感觉是溢出来的感觉。哎，我们买的是 size 比较小的，没有，它是故意，真的故意，故意的，就让它爆出来的感觉。所以欧美现在蛮流行这样，故意就是露下缘。耶、yeah, ，已经换好我的第三套了，给你们看艾龙。耶，哎，这套超好看的，这套下半身很厉害哦，好好看，超强、啊，超强的，很性感。然后我这套就是它就是有那个线，很性感的线，然后跟这个线，哎，你看屁股，超辣的 ，Oh my god， 我们要进去了，好，走，走。耶哇哇，可以的，好看好看，对对对，这套很猛，但是我觉得这套有缺点，就我刚刚在穿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不紧，这一套如果只看花絮的人会知道它下面是穿这个裙子。但是你们去看正片，你会看五次，何止五次，一百次，是真的很夸张，对不对？还会收藏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对，因为它一般是这样子
抬高它，它今天是变成这样。这一套也很厉害。但是我觉得你下半身很厉害，你上半身也很厉害啊，怎么会略过这个？我刚开始只以为我要去狩猎。你是说在丛林里那种那种？对，不觉得我今天看真的是有那种狩猎感？你也有吗？这个？对，因为这个牌子很有名，所以我也有去买它。然后这件你也有？对，我有这件。这就直接送你。对啊，你看，哦哦，怎么样？你说超辣吗？蛮辣的，还不错。但是很可怕，真的。但下半身还好啊。这个里面是丁字裤哎。但你觉得还不错吧？我觉得这套真的是今天应该最辣的。但你身材好啦，所以撑得起来，不用担心。等一下要脱掉这个裙子。观众应该期待一下。就等于没穿的感觉。啊？哇哇哇哇！超厉害！那你们两个先看一下，你们两个先看一下。不行，你们来看，你们要先看吗？好，好，你看这是这里。哦，它好窄哦，它非常窄。哇，它非常窄。很窄。很窄。哇！哇塞！这个太酷了！哇塞！哇！看后面哦。哎、欸，对所有的内容，我们都是由女生企划的。可是你选的，没有，都是女生企划跟我，有挑一下，就是她给我说，那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？所以我已经被缩限在一个范围。那你又说选择什么？我都是给一些保守，但她都挑一些最辣的。你没用镜头回答我，这件怎么样？赞不赞？赞。虽然我戴着墨镜，观众也不知道我眼神放哪，但我必须老实跟他讲，我真的是不敢看。对你很正直。我不敢。你不正直？不是，我不好意思自己吹嘘自己正直啦。那你知道这一套是谁选的吗？我还能是谁选的？就是应该是 Ken 选的吧。对啊，真的很夸张哎！那我比较好奇，为什么这期他会来找我来因为你很棒啊。对啊。就因为这样。100万追踪，我不知道你要找谁，身材那么好，我看到我都傻眼。哇塞，本人因为本人更瘦哦，照片比较肉。对对对，就是本人的那个身材的魔鬼程度是不太像台湾人的基因，就觉得他很猛。我不是台湾人啊，你不是台湾人？对啊，我是日本人。哦，我不知道，真假的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乱讲还真的。假的。面膜，好啦，反正身材很好啊，本人身材超棒。你本人也是很好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问他追没有？因为我发现我好像印象比之前比较肉，然后现在变超瘦，对不对？我之前还有更瘦过，然后现在又复胖。我最瘦80几，那现在又90几，啊，最胖是100多了。可是你如果变太瘦，感觉就是会乱搞的人。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，然后那如果你就变瘦，就是100分了。我也是啊，给自己一些进步。好了，我给我自己一些缺陷。好了，我待会就去吃炸鸡。让自己少一些对对外人的诱惑，少一点诱惑。好了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你刚刚花了很多时间在瞧，对，随时要注意一下。因为它有安全措施啊。这件有个超大的优点，就是我平常在选 bikini 的时候，如果通常长这样的都会不集中，然后这个是超级集中那种，就等于说你穿这个 A 或 B， 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胸垫是做，它真的是暴露到不行。那你原本是多少？你原本我原本你猜。今天的对决就结束了，对，好好玩的，好多套，我也觉得好好玩，超开心的，对啊，而且你这一套超可爱的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超辣，真的吗？对，超级辣，你也辣，问这套大家看评评理，我觉得还超辣的，蛮喜欢的，很自然的一款，期待我们两个正片，大家就是靠这部片之后可以去看正片，九妹的频道有我们的完整版，期待，谢谢爱豆，谢谢，还有回眸花絮。开心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爱你。